就是印度的一个，很多印度人都喜欢吃的一个，说是能强壮身体的零食，非常便宜啊，每天都在买，两袋混在一起。这个应该很多主播都没有拍过啊。OK，就类似于一种东西啊，吃了很有瘾。然后晃一晃，搅匀。OK，然后倒在手里。Yeah. 喝点茶，这是牛奶啊，然后和生姜啊在一起煮啊，搅一搅啊，马上出锅，过滤一下啊，先倒杯里啊，这一杯是2块，然后打包。啊，这一杯是1块啊，我一共买2块，他给我2杯啊，就是一杯1块，然后再给我4个杯子，Thank you。喝茶吧。太热了。Yeah. 早晨冰进点货啊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冰啊，今早晨还没进完货，然后就是靠这个车从冰场。再把这块小的卸下来，这一天的冰，这好久没吃冰了，兄弟们，就这块吧，这个三角吧，再就是这个三角吧，这个三角。太凉了，唉，干净又卫生。干净又卫生。What about talking? Not talking. Not talking. Not talking. This. Okay. I spray. Yeah. Here. Joe. Okay. Thank you. 这个是卖米饭的。哇哦。买半斤米饭吃啊，买一斤米饭吃啊。OK，Thank you，OK。这在这个大缸子里。炒呗。这就是刚才的鸡肉炒饭啊，瞅的味道很不错，尝一尝。鸡肉炒饭。味道真不错。干净又卫生，谢谢。今天来买炸鸡了啊！今天这个炸鸡合适啊，要2个鸡腿在这吃啊。今天这个油安排了啊。
刚生的那个地，味道不错啊。哇，外酥里嫩。干净又卫生。Thank you。这就是印度斋普尔的猴子啊，斋普尔的猴子也就能翻翻垃圾箱啥的啊。看看，人，跟我俩小样的死猪们。We are talking about today.Yeah, beautiful. Only this one. Sissy. Yeah. Yeah. Only this one beautiful. You. Fuck you. 这个是我的啊，今天早饭还没吃呢，吃点早饭吧。这个东西从来没见过，这啥玩意儿？哇，看着挺干净的啊。Thank you.这个就是刚才买的那个东西，做好了，在这儿呢，我放腿上吃，啊，一个人吃不太方便啊。干净又卫生啊。印度的好像是炒酸奶吧，啊，然后我买一份尝尝啊。炒的挺好的啊，这个东西是奶，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茶，挺好的，挺干净的。本来说买一份炒酸奶的啊，结果这个酸奶是放到这个蛋糕上，结果买炒酸奶买了个蛋糕。又来买牛肉来了啊。这个牛肉不错啊。还行吧，就是苍蝇多点啊。贵式服务啊，只买一公斤16块钱的牛肉。都是我的。其实挺干净的啊。其实这个苍蝇没啥的啊，回去洗洗煮煮就行了啊，干净卫生。啊，这是椰子。尝一尝啊。这样长毛的椰子啊，那我不拿走啊，我回家打不开，然后他给我打开。买了啊，这是一个椰子，这一个椰子2块钱啊，这椰子也太小了。然后里面这个肉也能吃，我回去吃啊。干净又卫生，这个太干净了啊，雪白雪白的，太干净了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印度的卫生间。首先是这个马桶啊，这个马桶跟我们国内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上面这是一个气窗排气扇，这边就是手指了，这都是有手指的。然后坐在这顶上呢，这儿也是手指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最著名的印度的冲洗器啊，上完厕所拿它来冲屁股，冲完屁股以后再用手指擦啊。干净又卫生啊，但是这次干不干净卫不卫生你说的算。兄弟们看这个羊吃饭，我操，跪着吃。这个羊在干啥呢？平身吧，快起来吧。我们上它前面来看一下，啊，跪得非常标准啊，它还在这吃呢。是一个轴承修理店的老人，他这是他的
轴承。是店里面的情况，这都是应该都是轴承啊，摆的很整齐。然后老人在门口擦拭这些轴承什么的。这个是老手艺啊，还有这个朋友他给我当翻译，然后这个老人他不会说英语啊，然后他是路过的帮我当翻译，特别干净又卫生啊。我有点吃不下去了，不一定能吃啊。这个油瞅的也比较干净，我就再买一个尝尝吧，兄弟们。看着啊，它是那个像三明治似的，然后裹上浆，然后放到这里啊，我感觉挺干净的。哎，来了。Thank you。这个多够用啊！你看这个盒，多干净啊！还是咖喱啊，这个软乎，这个不干吧，这个真他妈干净又卫生啊，好热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刘庸，这里是我的 YouTube 官方频道，欢迎大家关注订阅并且点上小铃铛。干净又卫生啊，兄弟们。